据气象预测，未来三天，陕西、山西南部、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、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，局地大暴雨。国家防总办公室向河南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等五个省、直辖市防止下发通知，要求有关地区严防旱涝急转，做好较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。如果遇到强降雨或者持续的这种降雨，那么必然导致的雨水呢容易入渗，入渗到咱们的地下之后呢，很容易形成这种崩塌滑坡，是吧？对于特别是极端强降雨的话，更容易形成泥石流。按照气象部门来说的，今年的秋雨秋汛应该说比较强的、比较大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强化对这种极端强降雨、旱涝急转情况下的一个地质灾防范的一个工作。所有的原前期非常干旱的区域都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区域，但是呢，因为大家在关注的过程中呢，重点是什么呢？以有人居住的。什么靠山靠崖呀，什么林沟林坎呐、是吧？这些区域都我们排它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些交通沿线呐、什么旅游景区啊，或者说在建工程啊，因为这些区域呢人口也相对比较集中，是吧？这些区域呢也是我们工作未来在重点关注的一个范围。所以担的太大了。
到这个台风哦，又是雷公火山。据气象预测，未来三天，陕西、山西南部、四川盆地西部和北部、河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，局地大暴雨。国家防总办公室向河南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等五个省、直辖市防止下发通知，要求有关地区严防旱涝急转，做好较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。天以来，我们国家四川、陕西等地降水显著增强，尤其呢是陕西的南部和四川盆地的北部和西部，累计的雨量是突破了50，局地呢甚至在100毫米以上，体现出了降水时间长、雨强较强的这样一个特点。而根据华西秋雨的监测标准，那么过去五天在华西秋雨监测的北区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雨日，而且范围很广啊，应该说华西秋雨已经提前开启，那么较常年9月9号明显提前。华西秋雨的到来会有什么影响？今年华西秋雨是在大范围高强度的高温背景之下开启的，那华西秋雨可以说是利弊参半。那弊呢，主要是体现在像陕西的南部、四川盆地北部、西部的一些山区容易出现旱涝急转，那么这里呢需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。那利呢是非常有利于当地的蓄水啊，尤其是江河湖泊的水位是非常的有利的，那可以说也会大大的缓解当地的气象干旱。而未来这段时间，我们看副热带高压整体位置仍然偏南，冷暖空气的交汇的主战场仍然在华西地区，所以这里的降水依然会继续，尤其是在9月3号前后，在四川、重庆、陕西南部等地还会有明显的降雨出现。哇哟，吓人喽！那我家家我的娃娃。好，我也好，要不然他们垮。干了，妈去当水哟。看到那家车灯亮起的，晓得里头有没得人喽？瞧里头有没得人喽？冲过好多车下来了，你看那。
8月28日，中央气象台对外发布消息称，副热带高压北侧冷冷空气频繁交汇下，未来几天我国降雨依然频繁。中央气象台28日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。专家提醒，陕西南部、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等地要注意出现旱涝急转的情况。那么，什么是旱涝急转？在哪种情况下较易发生？旱涝急转是指某一地区前期无降水，或者是降水偏少，并且已经出现了旱情，紧接着在短期内发生强降水，并形成洪涝的气象水文事件。由于前期持续高温干旱，大气能量不断的积蓄、烧扰、扰动，极易出现强对流天气，和短时强降雨。与此同时，由于前期持续的干旱，影响到流域内的植被和雨水下渗等条件，同样的降雨量可能更容易形成洪涝，因此也就容易出现旱涝急转。旱后转涝易诱发什么样的极端灾害？旱涝急转容易造成山洪、滑坡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，也可能导致小流域河水水位突增等现象，往往让人猝不及防，极易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最大的一个破坏。面对旱涝急转，有关部门和公众该如何应对？首先，有关部门将需要密切监视各地的雨情和水情，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发布预警信息。其次，一旦发生旱涝急转，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群防群测等措施。第三，也要开展地下公共空间低洼地带内河水网排涝防护，提前做好水库重险加固、水毁修复等工作。那么作为公众的话，也应该及时了解当地气象部门、政府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以及灾害防御信息，尽量避免去山区等易发生山洪、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地方。有暴雨也挡不住成都人们做核酸的热情。继续的组织记者赶现场，目前呢已经进行半时抢通，对不对？预计在未来的一个小时呀，我们将这个全线贯通。派出了10个工作组，对地质灾害点，三品塘、水库、蛇和漫水桥进行了一个雨中巡查。并对重点危险区域拉起了警戒线，尽全力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